我们自体脂肪封太阳穴呢，它有针孔，针孔呢1到2个毫米一个小针孔，不需要缝合。一般情况下5到7天呢会自行愈合。愈合期间呢尽量不要着水。由于我们针孔的位置呢在发际缘以上，也就是说在头发里面，所以说我们在面部正常的皮肤的位置洗脸呢是可以着水的，避免针孔接触水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在洗脸的过程中啊，对我们移植区域呢，不要过度的挤压和揉搓啊，避免脂肪移位。自体脂肪移植术后呢，没有太多的注意事项，除了刚才说的饮食方面的注意以外呢，像刺激性的食物不能吃以外呢，再一个就是不要节食以外，其他的注意事项呢，没有太多的禁忌症。我们主要是正常的生活起居，正常的休息就可以了。